哎，大老爷，呀，这是干啥呢？哎呀，这回叨着了吧？我这招好使吧？你可别提你那招了，这家可好，三个，谁没事虫癌？那不应该呀，你都摊不了，那他仨还能惦着你呢？那可不是咋的。再说了，这装门道，这不露馅了吗？露馅了？那你装那玩意儿不装的挺像的吗？咋露的？那个吧，他进来吧，刚开始人家挺好的，完一非要给我放松放松，这放松吧，完我这嘎就跟那黄金奇异似的。啥玩意儿起了？啥意思？那黄金奇异，那不就又要揭竿而起，揭竿而起嘛。你说你挺大岁数，这点本事都没有？那搁谁能摆弄我？那我不管啊，反正呢，那主意钱你得给我。哎，正的啊，小嘴啊，咱不带差你事儿的，你把那海燕你给我串好了，多少都行。哈，我不寻思多大的事儿呢，你先出去。这家伙的还揭竿而起嘞。